早晨啊，各位标迷你哋好，又系我 number 七 watch 猪仔。咁啊，一朝早翻咗嚟，而家10:00咧就食完个早餐，嗱嗱声拍咗条片俾大家睇先，因为晏啲咧就有几个标迷陆陆续续会上嚟，咁啊唔得闲拍片。咁好啦，睇翻呢只标先啊，个外形我就好中意啦，我觉得好靓啊呢只潜水款，同埋咧佢有别于主流的潛水錶的款式，有什麼不同呢？好了，先跟大家講解一下的。那啊，即潛水錶呢就一般都普羅大眾都會認定了為水鬼款，勞力士的水鬼款就是潛水錶的歐陸那個外形了。那但是呢其實呢我比較欣賞呢有時呢這些譬如我手上這隻 Orion Star嘅 Diver 200M 呢啲設計嘅，因為佢自家機芯啦，自己嘅錶殼啦，係啦，咁自己設計錶殼啦，咁其實佢咧就個外形咧係同黑水鬼咧嗰啲係有啲唔同嘅，就係咧佢比較圓嘅個感覺，例如呢個 bezel 圈都係比較圓身嘅，成隻殼型個造工都係比較圓嘅個感覺係。甚至乎旁邊這些狗牙紋的打磨都是跟水鬼款有些不同的。啊，好了，我們先來細心分析一下，從個錶的正面開始啦。這個錶面呢就是一個黑色的錶面啦，黑配白啦，或者黑配米白啦，黑度是米白啦。但是個字呢，首先在六點位置的字呢就是 Orange Star Automatic 和 Orange Star 的 logo 呢就是灰灰地色的，而 Diver 200M 呢它又用了黄色的，在個字体上面的配搭呢已经很突出了，我觉得。在12点位置那里呢，做了一个线型的日历的 Power Reserve Indicator 啦，看到個动力储能显示啦，由0到50的，没错，这个机械表的动力呢就最多可以储到50小时的动力储能啦。咁再嚟睇一睇咧，我哋嘅時分秒針係啦，同埋夜光黑度都係有夜光嘅。咁我試試個夜光俾大家睇先。咁雖然而家係好即係朝頭早啦，咁比較光啦，但係咧照個夜光咧都係連埋呢個三角形 bezel 上面嗰三角形咧都係有夜光功能嘅。咁大家可以睇一睇啦。OK， 咁我一熄咗燈都係仲有啲夜光滲透出嚟嘅。咁所以咧，依個夜光係相當唔錯嘅做得。咁啊，另外咧，支錶針大家有冇留意到啊？咁我覺得支錶針咧就係佢自己設計嘅一個獨特位，就係咧佢支時針同支分針咧都係中間做咗透空嘅。見唔見到支針啊？佢中間做咗透空嘅，喺個末端咧兩個都係有夜光啦，但係時分針咧時針仲特別，兩頭都有做透空嘅，拉長咗支時針嘅。咁變咗咧，呢個咧，我覺得整體提升咗成隻潛水錶嘅換味嘅，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。咁啊，另外咧嗰個秒針咧，都有一個夜光點點喺度嘅，同埋嗰啲黑度咧都比較特別嘅，嗰個設計都係好似一粒藥丸咁啦，攞完咗嘅，因為成隻錶咧都係比較圓身嘅，同水鬼嗰個形狀咧好唔同嘅。咁好啦，再嚟睇一睇咧，三點位置咧就是一個日曆窗啊。咁呢個日曆窗咧就豬仔覺得佢可以做多啲嘅，不過咧佢就淨係做咗一個框框，係啦，開咗一個喺個錶面嗰度開咗一個窿，就係咧做呢個白盤黑字嘅日曆窗，係啦，就冇做多一個金屬邊框嘅。咁但係所有錶豬仔成日都講噶啦，冇十全十美嘅，其實就都整體嚟講呢隻錶咧都算相當之唔錯嘅。好啦，到嗰、那個潛水圈啦，係啦，咁呢個單向式嘅潛水圈咧就120格嘅。咁你見我而家慢慢扭咧，都係好清脆嘅個聲，係啦。咁啊120格嘅潛水圈啦，咁啊好順手嘅，係啦。同埋咧，佢因為側邊嗰啲狗牙紋啊。咁所以咧就增加咗摩擦力咧，其實好容易轉動嘅成個圈係嚇。大家可以睇一睇側邊呢啲狗牙紋嘅打磨啦嚇，咁其實相當之細緻嘅做工都。如果以一隻中下價嘅日本錶嚟講嚇，呢個打磨咧都相當之靚嘅，係啦。OK， 咁好啦，再嚟睇一睇啦。咁由於咧配合佢呢個200M 嘅防水啦，咁咧佢就做咗一個
螺旋鎖的錶冠的，那個錶冠上面都有做到這個Orange Star 的 logo， 而旁邊呢都做了一些狗牙紋配合那個潛水圈的，這裡做了兩個呼應，一個就是 Orange Star 的 logo、配合六點位置的 logo 的呼應，另外就是旁邊的狗牙紋、潛水圈的狗牙紋配搭了這個螺旋錶冠的狗牙紋都是做了呼應的。我放開那個把手，是啦，向下扭放開把手，向上轉動就上發條，咁大家去睇下啦，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，咁其實喺十零下咧，係頭先數咗16、17下度咧，就由10個 power shaft 個指針指向10就去到15啦。其實咧就上咗十零下咧，就去咗成講緊係15個 hours 嘅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嗰個敏感度都係好強嘅。我之前一直都冇試依樣嘢俾大家睇，其實依個都係一個東方嘅優點嚟嘅。尤其是佢有一個動力儲能顯示啦，咁好容易睇得到佢上發條嗰、那個即係扭個圈數對於佢上發條嗰個敏感度嘅。咁其實個敏感度好強啊！你見到係先扭多都唔夠10下到，已經有上多10個小時嘅動力儲能噶啦，十零小時係啊，因為提前差唔多超過25，而家差唔多40噶啦。好啦，咁呢個都係東方呢隻潛水錶嘅其中一個優點啦。咁剔起佢之後咧，就有停秒功能嘅，因為呢隻錶咧就係用咗一個 F6 嘅機芯啊。而呢個 F6 嘅機芯咧，大家上討論區咧可以睇得到啦。譬如識上網嘅錶迷就可以上去睇下啦。咁啊，係一個比較好嘅機芯嚟嘅，個時間誤差值咧即係正25-15，但係好多時用家用落咧都係細於呢個誤差值嘅嚇。咁好啦，向下轉動就係順時針方向校時間啦。咁通常豬仔都會叫啲錶迷啊，盡量扭過咗呢、這個係啦，接近六點鐘嘅時候，六點零鐘嘅位置係啦，咁跟住咧先至校個日曆，咁就一定唔會損壞嗰個機芯啦。咁向上轉動咧就係校日子嘅嚇，都係有嗒嗒聲嘅，大家應該聽到係啦，有嗒嗒聲嘅，同埋一格一格跳嘅。咁我當校完曬嘅時候，撳翻落去咧，記得鎖翻個螺絲把，係啦。如果唔係就會入氣啊，水就應該唔會入嘅，就會入氣嘅。咁幾下其實就鎖翻個錶冠嘅啦。咁再嚟睇一睇個錶腳嘅打磨啦。咁佢都做咗拉絲嘅效果嘅，延伸到去錶殼側邊位置都做咗拉絲嘅發絲嘅花紋，係啦。咁其實整體咧個打磨個做工都係好好嘅。咁呢度佢預留咗個窿俾你轉自己轉膠帶啦，係啦。個錶腳位置好啦，到條錶帶啦，咁我褪開少少個膠膜先。個錶帶咧都係做咗一個實心鋼嘅實心鋼嘅拉絲花紋嘅不鏽鋼錶帶啦。咁就係兩行窄一行闊嘅嚇，咁我都幾中意，比較中意個 pattern 嘅拉絲鋼錶帶嘅。咁同埋拉絲鋼咧，就老實講花咗咧都冇咁擱眼嘅，主要係豬仔都考量到男士可能都會比較粗魯啦，咁啊依個咧就會比較好嘅，如果做拉絲鋼嘅話，係咁好啦，我貼翻好先，跟住就介紹個呢個不鏽鋼錶扣俾大家睇下，咁啊摺疊式嘅保險錶扣啦，咁先剔開咗呢邊啦，再掹開佢，係啦，就一個 Orange Star 嘅 logo 嘅個不鏽鋼錶扣。咁佢做咗一隻薄橋嘅啫，冇做到厚橋嘅，但係佢有做到一個延伸扣嘅，就係潛水錶嘅延伸扣，同埋咧有一個微調嘅，但係就係一個手動微調啦，就冇一個自動微調嘅。好，到個錶底方面咧，佢就提高個防水度，就冇做到呢個透視嘅底蓋嘅。咁而家有個膠膜喺度嘅，咁係一個螺旋式嵌入嘅不鏽鋼底蓋啦，中間咧就一個凹凸嘅做工的呢個 Orange Star 的 logo 啦，咁同埋咧最重要寫住咗 Made in Japan 啊，係啊，日本製造啊。其實依兩日嘅標迷上嚟，我都同大家分享咧，豬仔覺得呢個 moment 咧就係好合適咧買呢個 Made in Japan 嘅標啊，因為個匯率咧始終我哋都仲係好平啊，而家都係5.9啊六算咁上下。如果長輩啲嘅標迷咧就應該知道日 yen 嘅時候咧試過10算嘅。係啊，或者後生啲嘅錶迷都試過7算、8算嘅，咁而家6算咧，所以就買 Made in Japan 嘅錶咧就好抵玩嘅。咁呢度寫住咗 F6 嘅機芯啦 ，F6N4 機芯啦，咁啊 Sapphire Glasses 啊 ，Sapphire Crystal 啦，就係呢個藍寶石玻璃錶面啦。好，再反翻過嚟俾大家睇下先。
咁呢個藍寶石玻璃表面咧，就係、是、又係啦，真係比較大得粗礦啲咧，都唔怕刮花個表面嘅。咁呢個表面直徑係幾大咧？其實呢個表面直徑咧就係、去到43.6mm 嘅呢個直徑，43.6mm， 44mm 未夠嘅。咁而錶身厚度咧就14mm， 咁一啲都係一啲standard 嘅潛水錶嘅 size 啦，唔會話太大啦、太細啦，係啦。咁啊，嗰、那個 lug to lug 咧就差唔多到51嘅，係啦。好啦，咁試戴俾大家睇啦。成隻錶咧都有啲手感噶。咁我重量未改帶計算咧就205g 嘅。好啦，試戴俾大家睇下先。咁中意潛水錶嘅錶迷咧，而有好多水鬼款嘅咧，可以考慮下朱仔依個推介啦。OK。咁呢個 Orange Star 嘅 Diver 200M 咧，戴上咗呢個豬仔嘅 14.8cm 嘅手腕咧，其實都唔算太大隻嘅，同埋咧真係好易配搭嘅，同埋都好靚，同埋佢我最中意佢就係 in house 嘅自己嘅機芯，同埋咧佢係自家設計嘅錶殼，係啦，咁所以咧成個感覺咧都好獨家嘅，係啦，再有上呢個咁特別嘅錶針。系啦，配搭住呢個圓形嘅錶殼，系啦，咁成個品味咧，我覺得係同水鬼款咧又有第二個風格嘅唔同嘅視覺效果咯。咁好啦，中意呢只錶嘅錶迷注意啦，幾多錢咧？坊間咧豬仔人肉搜尋過4000多蚊嘅要呢只Orange Star 嘅 Diver 200M， 因為佢定價去到6000多嘅，咁豬仔推介肯定唔使啦，大家都應該知噶。幾多錢咧？3380，係啦，3380。咁如果有興趣，我得兩隻現貨啫。如果有興趣標迷，千祈唔好錯過依只中檔次嘅就唔係入門級啦，依只中檔次嘅 Orange Star 嘅Mechanic 嘅 Diver 潛水錶，好冇？中意依只錶嘅標迷，話俾豬仔聽，你想喺佐敦店定係話荔枝角店攞錶試錶，好冇？得兩隻現貨啫，有興趣嘅唔好錯過3380。中意條片嘅錶迷，俾個 like 豬仔啦，係冇？豬仔好勤力，繼續揾啲好錶，發掘啲好錶介紹俾大家。未訂閱嘅，盡快訂閱，多謝曬，新年快樂！